朋友们，你们猜我们现在在哪儿呢？只给你们三秒作答呀，三、二、一，嘿嘿，公布答案。没错，这里是超市。马上就是端午节了，我们要来超市给朋友们买礼物。哎呀，时间来不及了，出发 ！Let's go。哎，停！就是这里，小朋友们怎么能没有零食呢？我们下去看看。这个，哎，这个是同样的，这个，还有这个，哦，还有这个，全部都要了。银河，零食吃多了会蛀牙的。没关系呀，我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的，我再买点。呀吼！哎，这个是迪迦喜欢的，紫罗桃喜欢的，哦，特丽迦，初代喜欢的，这些全部都要了。算了，我还是去买点其他的吧。银河，我们一会儿出口集合。OK。哇，好多牛奶呀，我们全都要了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好沉呀！ Oh, no. 走了。哇，这边好多水果呀，该选什么呢？看着都非常好吃。这个，还有这个，这个，这个。哇塞，这是我最喜欢的西瓜，全都要了。差不多了，我们得找银河去了。不知道银河去哪儿了，也不知道他买的怎么样了，我们得赶紧找到他。哎，银河在哪儿呀？赛罗，我在这里呢。你这买的东西也太多了吧，不过都是我喜欢的。时间不早了，我们去结账吧。走，回家喽。 Yahoo!